上半年数据出来后，我们多次召开党委常委会会议、政府常务会、专题会、片区会，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，不掩盖问题，不回避困难，切实找原因谋对策。我们必须全面准确辩证看待我区经济发展形势，一看增速也看质量，一看宏观也常微观，一看局部也观大势，既要看到长期向好的基本面，也要高度重视解决当前经济运营中的突出困难和问题，不为落后找借口，只为发展谋出路。